子天，迅速摸清煎饼企业的数据，放给我。明白。这不是文氏的楼盘吗？他来这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你，我，哎呀，走，跟我走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那么恨，那么恨文向天？哼，这已经是我跟他走第三个坟了。那个文向天招你惹你了吗？那个别墅原来是个不劣，就是因为这个国外回来的什么公子，一句话要做什么学校，不劣你就被放到鬼门外去了。我就是让他知道，不要以为有点钱就可以作威作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是讨厌他的人，有的是咒他死的人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好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有一天我能给文向天看病。这个人的心里绝对有严重的心理问题。你喷什么？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啊！以后我就是你姐了。要是有谁敢欺负你，跟我说。超市东西都拉过来，你哥知道不疯了？没事儿，我自己掏钱买的。自己买的？还愣着干嘛呀？走，玩去啦！这几个孩子都是被拐卖的，警察在帮他们找家，暂时寄托在这儿。到这儿的小孩很多都有心理阴影，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不要一辈子被阴影遮盖住。所以你学心理学啊？小妹姐姐再见！再见再见，我会再来看你们的。他们有你这样的姐姐真幸福。这些孩子很可怜的，所以我就希望他们的童年能够过得特别快乐，特别没有遗憾。可是现在福利院还有30万资金的缺口，要不是那个死有钱的文向天，孩子们肯定可以过得更好。哎，以后我没事过来的时候你也跟我过来，当我讲道理的时候呢，你也在旁边听听，这样说不定可以恢复你以前的记忆，知道吗？走，回家了。市场部的资料都在这个文件夹里，还有，这里有我们几个大区的营业报表，每个季度呢都会汇总在我这里，到时候你应该了解的滚瓜烂熟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愿意我跟着你？别瞎想。
楚天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如果有什么我不会的，我会很努力的去学。弟弟，我当然愿意天天和你在一起，而且你爸爸现在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爸爸，可是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不一定要这样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为什么在我带你去见向天的第二天，你爸爸又找到了那个仇视？你怀疑我告密？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。可是我理解你对你爸爸的感情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帮他，有可能间接害了向天？我没有。不说了，工作。这个事情一定得说清楚。你以为我去当你的助理是为了帮我爸接到情报是吗？有的时候，你不经意的一句话，有可能泄露很多机密，尤其是在你爸爸面前。所以我是在提醒你，千万要小心，一定要注意。干什么呢，小 Q？ 有蟑螂！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别着急行啊，等一下。实在对不起，来来，你往前走，我带你去冲眼睛行吗？哎，你别用手啊！哎，来，我自己来吧。别动！睁眼看看，好点没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大扫除呢，那个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。谢什么呀？都是我们不好意思。对，没关系。聊什么？啊，杀虫剂喷到客人眼睛里了，冬瓜。回向天送进来了。这下可好了，小穗儿，咱们福利院资金缺口补上了。补了一大笔钱呢，他怎么会？文先生还说，将来呀，他长期关心咱们福利院的孩子们。你看院里这些玩具是他刚给送来的，他刚走。你拿着。文先生，是你啊？我们又见面了。啊，你们两个认识啊？那小翠，你送文先生吧。再见。再见。怎么会是你啊？你那天怎么会去我们超市了？我就想去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，敢给我立座坟。你都知道了。哎，那个文先生，我就是想说吧。虽然你给我们那个福利院捐了钱，但我们福利院从那么繁华的地方就搬到这儿来，给小朋友带来挺多不方便的，所以觉得您有责任。你这是在批评我？对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你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有钱能办到的。虽然你给我们那个福利院捐了钱，但是它不能够弥补您犯下的错误，除非您能够让我们福利院回到原来的地方。那个文总，好好考虑考虑啊，我等你答复。阿玉，快扶着我，我腿都软了。怎么了？
刚刚居然跟文向天谈判，够不够？请进。不打开看看？你最爱吃的。还记得吗？小的时候你一不开心，我和向天就用这个讨好你。向天怎么样了？还是那个样子，现在已经完全过上了另外一个人生活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快吃吧，吃饱了还要战斗。什么战斗啊？你今天晚上可是要跟我一起加班整理资料，应付明天的谈判的。你不是我的助手吗？忘了。加油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建国。谁来了？孙子。啊！